啊，姐妹回老家了。姐妹回老家了，你这几点来摆摊的？啊，今儿几点啊？五点多了，一般都五点出来，准时出来五点。啊，人家来了招不着你光。啊，你那个，你吃饭的时候都阻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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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阻挠阻挠。中。人常阻挠就是好吃，买不住还是老主买不住，吃光了没有？啊，反正都搁这，都搁这三个角儿，这仨角儿不搁这角儿搁那个角儿，反正是。嗯。就掏这，今天掏这。是，你看这草场好不错的，香味儿的铺料的味儿。尝尝，呀，叫啥？嗯，这个草场好着了，这个草场。这订就订单，这都订走了。哦。订走了，谁要反正是碰着也行。管。嗯。不咱不说能干活吧？手里那好点的，他说吃凉皮儿，我给他买个凉皮儿去。嗯，是少吃辣椒。是，中。再说买个凉皮儿。豆豆，你也吃套餐吗？那不吃。不想吃了？猪头肉的。不想吃。嗯。哦。多少年份的？还是五块是吧？对。一个拉了，一个不拉了。都切开。啊。咱家这凉皮都放黄瓜丝儿。啊。面筋、芝麻酱。啊。是吧？对呀。在外边的不是这样的。那外边的没。那个弄了没真好吃，这一切二都成四份了。嗯，这有旋儿是吧？哦，那两个这咋卖了？两块钱一个。嗯，中。买好了啊，花了是14块钱。这车子还可以哈，骑了这么多天了，放了这么多天了。还是车带没撒气儿，啊！啊，太热，这出一会儿，汗滴答滴答了。俺要一会儿来了。饿回了吧，兄弟？嗯。能卖猪头肉来了，你也吃不？嗯。啊？不是。你不吃个菜卷儿？不是。嗯，饿，想炸出来了。咱大娘今儿来了不？晚上。啊。他下了班来。下了班来。嗯。咱大娘还上班了。不是。啊。他就下了班来。啊。那就在那里看俺大娘去。硬说不？那来了，明个不得去啊？得去。你大爷都来了。啊。嗯。瑞星期没吃凉皮了。老长时间没吃了，也吃些香了是吧？嗯。俺爸爸大爷。那爸爸的大爷都是我老爹，嗯，我老爸爸，知道了不？那老爷，老爷，这菜卷儿挺好吃啊，嗯，不吃啊？晚上喝糊涂吧？晚上喝糊涂？嗯，不是喝疙瘩汤？想喝糊涂的，咱俩压一边凑合吗？这菜卷儿是刚炸出来，是真好吃，2块钱一个。晚上喝个糊涂。啊、嗯！这菜我都会炸，妈妈不吃了。然后买一把小青菜炒着吃，想吃小青菜。你给买一呗，咱这脑筋反应不走。不是，我一会儿买点猪头肉吧，咱大爷烧过去弄。拿吃一半，那猪头肉那个上午刚才吃。啊。我点了一半嘞。中吗？不中。妈妈点了一半嘞。我再买个熟食，点了一半。呀，我吃辣椒吃饱了。那你吃饱了，你晚上得给俺做饭吃。嗯。买猪头肉就做。嗯。咱大爷多买点，俺大爷好吃。你那俩。上那不用要了，光要猪头肉吧。行。给他上那也，那点啥，上那就那点啥。都是。那点。那点这个猪头肉吧。俺哥跟俺弟都来了。哦。修理上场吧。我都别掐着，别掐着弟妹了。啊！好吃不？
绝对好吃，还有辣味，还有辣味吧？够了。呀，60块钱了，老板。哟，真家吧？我们要30块钱呢。长点干，多长点，一人。要了人谁家要60块钱呢，明儿个店长大爷那还得吵吵吃去啊，啊，切个凉拌黄瓜啥的，别的东西都不买啥了。这是个好菜，是吧？好配菜。嗯，天是真是。我快出了，咋那个住？站着都出汗。这明天这个人多，7-8个人，买了少了不好看，放冰箱里边了啊，总臭不了到明天。臭了都麻烦了。塑料，那个啥，明个这个在店里上奶冻了，别啥也不用买了。啊？